糟了！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靠近你们了。我哎，那个。靠近你们哎，好放心。是这一关很好玩，但名字看起来很惊悚哦，叫做逃命百鸟。逃命就恐怖了，对啊，逃命。将鬼牌粘在对方的背上，即可换人当鬼。追逐两圈以内，要找敌对队员的旁边趴下。一百秒结束之后，手上有鬼牌的队伍落败，才五战三胜制。你们一被人家躺下来之后，就是要追。对、啊，我知道，就是下意识要抓嘴，他要准备贴你，你要先跑一圈，跑一下，待会跑出去，最多跑一圈之后就要换手了。好，一圈，对，打一圈了，一圈。OK， 好。重点是你们都是去找女生，都找女生，好，都找女生。我们四个女生在那里跑来跑去就对了。贴啊就贴啊！趴这趴女生，趴这趴女生。哎，很 man 哎！啊，只能一千哦！啊，只能一千哦！不犹豫。没错。真的。没错。真的。真。跑。不能跑出外面，不能跑出外面，只能绕着。阿美，阿美跑，阿美，阿美跑。哎，好球，过去。好球，国际好球。男生可以找女生。去啦！练三秒了。哎，还没接呢。跑。哎，还没接呢。跑。你要推他，你有推他，你捡鞋子干嘛？哎，跑，只能躺女生，只能躺黑色的，没关系，但我看对，快再躺，这边跑，这边跑，你要准备跑了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现在黄队是停牌了，已经2-0哦。如果被人家口躲，就没了。预备，策略。追他！慢，他跑到一圈。现在30秒。追他没关系。时间过了40秒。快跑！追他，躺，休息了，找一个人。
哎、欸，不能闪，不能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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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躺了。你要绕着圈圈跑，你不可以躲，躲他，躲他，直接下，接趴，接趴，接趴。跑，往内接跑。好，散。五星，五星，他被贴到，你被贴到，去追。十，慢，九，八，七，追，六，五。是，他要趴了，一圈了，躺了，趴上他，跟上，恭喜黄队获胜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等下，你先躺了，你没事，小怎么样？你好。这边吗？抽筋吗？是抽筋还是扭到？他固定，是扭到。他固定，扭到，我也抽筋。冰块吗？好，来动了。冰块。就这个游戏，男生都没什么作用。对，没什么作用。就是女生的，就是女生。这样可以。对啊，这样可以。那个沙，啊，把它绑起来，跟 NBA 球员是一样的。对，好可爱。小棒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凉会越来越冰哦，所以你至少下面要先垫。其实先垫还好。你先垫手套。你有没有？你要先打开，你要先垫一个手套。现在不会，因为我们太大，因为我们十五秒。你要先打开啊。你看它的爪子 Q 起来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十五分钟就拿掉，其实不会怎样。没有，给他一个啦。放松，爪子放松，爪子放松。我这还是放松。脚放松啦，你们都举起来。握拳。没有啦，是在玩我吗？哎，那个受伤你们玩他的脚。不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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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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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不要包这个。这样感觉啊，他脚已经没感觉了。这样吗？不要这样，没有感觉力吗？我看我也要怎么，不知道。我们很会啊，你懂的。我们都八年了。我可以借点针吗？真的，银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这包什么？你现在这样把它包大到就是连路也不能走就可以。这很可怕。对，我只是从中间从中间真的从中间来一个，从中间我从中间从中来一个。我跟你小董看到这个还要继续录下去。心疼呢，录了拿回去。哎，不要录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郭靖哎，郭哎，麦克风给郭靖他演唱一首歌。他明天还要去那个校园演唱。夕阳西东。好帅呀！他在干什么呢？会太冰吗？不会，不是冰的问题啦，造型的问题啦。我就说 Kid 的美感有问题嘛，超丑，这是你笑出来，用脚拍张照。好啊，也可以先来点舒服的。那毕业，就这样，不要，一二三。